嚼，有一个硬块一直在那嚼，我就心想面包里面是不可能会有这种材质的，然后就把嘴巴打开，我就用手就拿出来那一条塑料，然后客服听到我这个描述之后，他第一反应就是说只能给我退款。我说那肯定不是退款的问题啊，我说你们这个是食品安全问题。我客服就说那我们这边就是客服只能帮你做到退款这一步。他这边初步给我判定的结果是因为可能是商品包装上面掉落的啊，对，制作的时候掉落进去的，我们这边会内部进行一个追责，然后这边会安排人员进行供应商一个内部的一个巡查，看一下是否有违反食品安全的这方面的一个动作。